老板，今天你要剪一个什么发型？我女朋友比较喜欢成熟一点的发型，给我来个成熟一点的发型。成熟一点的？对对。啊，你要多成熟？就是一眼看上去就很成熟的那种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要一个剪一个，就是说可熟可熟的了。对对。熟透了的感觉是吧？嗯嗯。好嘞，瞧好吧你。你看怎么样？这个发型够成熟吧？是不是淡淡中有这种淡淡的忧伤？大马哥。今天还像以前那么搅呗？不，你今天给我搅个年轻点都行。咋的了？俺家楼下有小少妇，我看得有40的，每次见我面都管我叫大爷，都没把我气死。啊，要多年轻啊，马哥？要多年轻有多年轻，越年轻越好。好嘞，知道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啊，这完事了啊，这也行吗？嗯，看不起，行吗？哎呦，这什么？红孩儿啊，你信不信我吐一口三元正红，我烧死你！先生，先剪个什么发型？都说我这个头型太嫩了，你给我剪一个狠一点、看起来凶一点、有战斗力的发型。妥了。你说你也总跟拍到也亲你拍死你的。今天胖了。你剪头发多少钱？15块钱的。15块钱能剪头发吗？平剪他妈都1-2百的。哎，对面100块，照着100给我剪。这个有点难度，那我们老板给你剪。那你叫老板，他要照100块钱才剪。好的，有问题吗？放心好了，绝对没有问题。老板，看一下。你妈买皮剪啥了呗？你不是叫我给你照点100块钱的剪吗？刘伟，你妈傻的大贱人吗？在啥都啊，剪什么发型？剪一个符合我气质的，给我好好剪啊！好嘞。大哥，你感觉这个发型怎么样？这两天我着几个兄弟过来给你碰个车，你也着几个人，到时候别说我一直欺负你啊！大哥，你不满意吗？我满意没完了。书片，全网实拍视频群社区，点击搜索，再点击公众号，搜索 NFF977，NFF977，关注后免费进群。